嘿，谢谢你把所有的杂物活都干了，笨蛋。今天晚上的碟子也都归你刷了。别闹了，各位，我现在没心情。比利宝贝今天受刺激了吗？滚远点，小子们。哦，是吗？是谁这么不长眼？不。我们有事干了。现在。我马上变身。沙赞！你可真能捣乱，先生。现在能否请你打扫干净，还是要我逼你这么做呢？你只需要臣服在你的新主人面前就好了。胸口的标志，你是谁？我是特斯亚当，闪电之王，当年被流放，现在我要夺回我的王国。如果特斯亚当真的那么强大，为什么他不独自征服世界，然后留我们喝西北风呢？要相信老爸，现在安静点，爸爸在工作，看着。你和我很像。我们一点也不像。但是你身上有巫师的标记，特斯亚当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巫师背叛了我，因为他发现无法控制我，我要让他为此付出代价。放过这个城市吧，特斯亚当，折磨无辜的平民是懦夫的行为。蝙蝠侠说的对，这不是勇士该有的行为。你赢了，勇士。我知道这么说很奇怪，蝙蝠侠，但我能感觉到我与特斯亚当之间有种亲密的联系。沙赞，我理解你对家庭的渴望，比利，你自己可能察觉不到，但是特斯亚当不是个好选择。巫师选择他是有原因的，就像他选择了我，他一定有好的一面，我一直都相信这一点。我们需要找到答案，只有一个人知道这个答案。假装被那个篡位者和他的凡人手下击败，你这是在侮辱我！一点点的戏剧性，伟大的战士是为了达成最终的目标。你的计划最好能成功，小不点儿。